你知道爱默生的这个让人腰带，它这个是真品的 Cobra 头吗？它整条腰带最值钱的地方就在这个头，这个头非常的坚固，它几乎可以说是无坚不摧，你怎么用它都不会断掉。然后它的设计也蛮有趣的，它跟一般的浪人腰带不太一样，它前面这一段是标准的 1.75 寸，然后到后面这边就变2寸。它要做成2寸的原因是因为中间这个是一格标准的 Molly 的宽度，所以它不会像其他那种 1.75 寸是你没有办法用编织法，或者你用编织法就会卡住。像就是这个正确的 Molly 穿法，它其实是穿了第一格之后，然后第二格要用编织法要把它穿在中间，然后像这个腰带就可以很完美的把它贴合在一起，它这个宽度刚好可以容纳一格摸你，所以如果是 1.75 的你用编织法去穿，它可能会造成挤压。对，没错，它会折在一起，像这样的话这样子把它穿上去它就非常稳。然后它这个做成2英寸就是比较宽的，它让身体的接触面积也会更大，所以你穿在身上长时间的话比较不会不舒服，它不会就是卡进去你的腰里面然后造成不适。然后它也是这种有内外腰带，这是基本的，你一定要有内外腰带，它才不会在你跑动的时候腰带在那边晃来晃去或者转来转去，然后等到你要拔枪的时候就发现你的枪套已经跑到屁股后面了，它就不会发生这种事。所以它非常适合那些你要挂大量装备在腰封上面，然后你要大量跑动的人，如果穿着它的话，不管你怎么跑怎么跳，你的装备都还是在一样的地方。真的戴过这种，你就不会想再回去戴那种普通的腰封了。